Lisa 姐话今年嘅 show 热闹又感动，福禄寿嘅演出更加系亮点。Lisa 姐，今日呢个 party 玩得开心啊？我觉得差唔多有史以来最开心啊，因为家庭又多啦，大家非常之投入啦，而且嗰啲每一个 item 都安排得好好。福禄寿咧，今次扮嘢扮得好好啊！仲有阿祖蓝喎，你爱佢定系？我真系谂唔到，谂唔到佢，谂唔到佢嘅。啊！佢扮到我好似啊！同埋大家話呢個係史上最強嘅植入式廣告，多謝佢。佢有冇問準過你㗎？冇啊！佢冇俾我知，好 surprise 啊！講個秘密俾大家知，昨晚仲有蔡思貝 AI 換面變 Lisa 姐，就係節目開頭阿姐坐的士翻 TVB 呢幕。我真係去拍咗一整日片，就係為咗可以俾佢哋轉咗個樣。扮阿姐的後生版，他們說尹雲全個台我的輪廓是最像的，原來是因為上鏡塊面又小，我不知道，跟住所以我說咦，但是你 AI 轉了面沒人知道是我來的，現在就告訴大家其實那個是我來的，我拍了一天的。很開心，就是我見到很多很多很久未見的藝員朋友全部回來了，哇，我們在化妝間在那裡聚舊 enjoy 到不得了。Very good show。今日咧覺得點啊？好開心啊！見到同事個個咁落力，個個為台慶出力。今日我哋個主題又係回家啦。咪見到好多曾經離開過 TV 一段時間啦，係咪啊？都翻嚟一齊咁啊！見到棒哥啊，見到好多人歡樂。今次好多連 Jen Sir 嘅老前輩都翻嚟啊！咁啊真係好開心，好開心。會唔會好激動啊？係 OK 嘅，係啊係啊。頭先睇阿峰咧，個個出曬嚟好。係啊係啊，阿峰又係難得翻嚟，咁啊其實佢又係親生仔嚟噶嘛，係咪先？咁啊所以咧就佢又翻嚟表演係更加開心。我都係最中意睇蔡潔攞獎嗰下，因為真係好戥佢開心啊！之前冇咗架車，大家都衝過去恭喜佢。咁都係嘅，即係頭先你都講啦 ，total loss 咗又失而復得。係啊，仲要係公司嘅台慶喎，係 lucky 嚟㗎。今年應該行曬運啦，但係因為台慶咧，我哋就冇睇少咗一集《冰國》啦，係咪啊？但係唔緊要嘅，觀眾都可以失而復得嘅。我哋咧聽日咧就喺元朗一個商場咧，大家一齊去睇。一集的《巾帼枭雄之懸崖》，我想說有些網民很好笑啊，說林茂才要做爸爸了，恭喜多謝咁啊，七爺咪有做姑姐，係咯，咦，係咪要契噶？七姑姐，七姑姐，咦，你都係七姑長喎。未會會、啊、我未㗎，未㗎，又拒絕，又吊住，咁巴閉咩？巴閉㗎。